看天空，一切都不同。曾经的那个我，消失无影无踪。不再相信谁能把谁救出，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就算这世界破裂成一片黑暗，我们在黑暗中放战。疾驰而过。这边有事。哦，好，稍等。谢谢。欢迎下次光临。我是外院的陈敏敏，我们一会儿一起去吃饭吗？不吃。那你一会儿是要回寝室吗？不回。那你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就行。我没需要。真能装。我不是跟踪你啊，我是受人之托来和你说事情的。是吗？是这样的，系里最近查早自习的出勤率，我们是新生嘛，又刚刚开学，所以系里盯得很紧。你上小学还是上幼儿园？你觉得早自习有用吗？这不是有没有用的事情，学校有学校的规定，咱们该遵守还是。
按空格。游戏。上下左右控制移动，躲避从上面飘下来的球。过到河对岸，三次机会，没死我就去早自习。您说话算数。 你管这叫飘下来的球啊？它分明就是砸下来的。嗯。一共几个球？三次机会两个球，第一个球的落点我已经知道了，第二个试出下一个球的落点，第三次一把通过，这么简单？你这个球的速度也太快了吧！我的手已经是最快的速度按键盘了。 你说了，不是还有一次机会吗？Game over。什么情况？编辑器。 这个 if 语句的意思是，过河死。被球砸中也是死，过河也是死。你弄错了吧？没有。那我怎么玩都会死啊？对。那这个游戏是必输了。对。那为什么让我玩？看你不顺眼。什么？因为我看你不顺眼。为什么呀？你这人太假了。 输了，以后早自习的事儿别再来找我了。还有，这是我的地儿，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上。你怎么就不能把河过了呢？我过了呀。你过了有什么用呀？ 那个程序是他设计的，我过不过都是死。是捉弄人吗？其实吧，他那个小游戏还是挺简单的，虽然那个函数的意义我还不太明白，但是代码的逻辑还是很简单。嗯，虽然我不知道有钱人具体是怎么变成有钱人的，但我觉得逻辑很简单。方树苗。 我是为了谁才受这样的屈辱的？哎，明天又得被扣四分，四分负四分，四分何其多！你现在看有什么用啊？输都输了。他还说我假，我看他就是看我不顺眼，亏编程了不起。哎，怎么了？你看这个，这不就是那个过河死吗？说他是状元，你们用的也是课本上的实例。 魔怔了吧你？不是，这都熄灯了，你哪儿来的？小心触电！我好不容易从水房解出来的。哎，等我呢。 下午打上球，怎么样？昨天虚的，坐这么靠前呀？
电脑主机热，人容易困，坐前面我才不会打瞌睡。看来你还真跟李大状元较上劲儿了，至于吗？早上才扣了四分，至于？必须至于。这教授姓林，听师姐说，他们私下都叫他林老头，来头不小，算是圈内大佬。十个码农，九个秃，还有一个发系叔，真没夸张。这都没来，专业课第一节课都不来，不至于狂成这样吧？同学，这个电脑坏了，打不开。坏了。对，换个位置吧。这么热情。不要不要不要。孽缘呀！同学们，你们有谁在这之前已经对 C 语言有所了解，或者是自己尝试着用 C 语言写过一些小的程序啊？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信息化社会。计算机发展的速度非常快，编程语言发展的速度也很快。C 语言和新兴的编程语言相比，就像现在我站在你们面前一样。什么意思？垂垂老矣呀！有句老话说得好，姜还是老的辣，老有老的好处，老丰富。而且严谨，不管将来呀，你们是想继续研究算法，或者是继续研究编译、数据库、操作系统，你们今天所学的 C 语言技能，定会成为你们今后所有编程的基础。功夫都在技巧外，千万不要犯好学生通常喜欢犯的毛病。死磕书本，我们讲 C 语言，首先要弄懂什么是 C 语言。那么大家谁说一说 ，C 语言到底是什么呀？举手啊！昨晚学那么久，想打出头鸟，你借我看看，借我看看，借我看看。你们俩人说什么呢？看课外读物啊？记，记得很详细吧？这位同学，你回答一下我的提问好吗？C 语言是一门面向过程的抽象化的程序设计语言，广泛应用于底层开发。C 语言能以简易的方式进行编译、处理低级存储器。C 语言仅产生少量的机器语言。并且不需要任何运行环境支持，便能运行的高级程序设计语言。尽管 C 语言有许多低级的功能，但仍然保持着跨平台的特性，可以在包括类似于嵌入式处理器以及超级计算机等多种作业平台的许多计算机平台进行编译。说得很好啊，大家鼓励一下。请坐。过和死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死磕书本。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朱韵。朱韵，嗯，这名字好记，也好听。课代表就是你了。老师，我不行。可以的。怎么不行啊？看来你们不光是腼腆，还谦虚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不要再谦虚了。
我们继续上课。Game over。林老师，那课代表的事情，您还是换个人吧。为什么呀？怕耽误时间呀？也不是，就是觉得挺麻烦的。麻烦，怕耽误时间，有什么区别？先别做决定，回去考虑考虑。明天啊，咱们还有课，到时候你给我个答复，好不好？我得赶紧去食堂，一会儿红烧肉没了，我们家领导跟我发脾气，明天再说啊。当科代表好啊，修来的福气。林老头可是圈内大佬，以后还要教咱们好几门专业课呢。我跟他套套词儿，百利无一害啊。快点啊，我等你。从小学到初中，我一直都是科代表，语文、数学、英语、生物、化学、地理，我都当了一遍。我要是认真吧，这同学烦我；我要是不认真，这老师又骂我。天天累成狗，还两边不讨好。这好不容易上了大学，我才不要再当一次。你是怕当了课代表，他给你惹麻烦吗？原因之一吧，你不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吗？有些人以为高考是终点，这个观念是绝对错误的。大学呀，才是真正教你们安身之本的地方。所以高考别说是终点了，连个中哨站都算不上，你进了大学更不能掉以轻心。哎，你们该选班干部了吧？参加了没有啊？没有。那课代表呢？课代表跟专业老师接触的最多，也很重要。当时有一个。是哪门啊？ C 语言，今天定的。啊，那太好了。好好干啊，要让老师看到你的能力。我没答应。为什么？你是不喜欢这门课呢，还是不喜欢任课老师啊？你不能总这么任性，本来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都是一件很辛苦很麻烦的事情啊。妈，我真的不想当课代表了。不行，你听我的，妈妈在教育系统工作了一辈子，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你当这个课代表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是不要可是了，下节 C 语言什么时候？明天。好，那你明天上课告诉老师你愿意当这个课代表，听到吗？妈，就按我说的做。妈妈马上还有个会，不跟你说了啊，听话。洗不洗了？哦，洗。你这个想法非常好啊，不敲坏几个键盘，成不了一个优秀的程序员。哎，何代表，你来一下，把这资料分给大家，每人一份。老师，我还没想好呢。你来。刘主任是不是你妈妈？是。你妈妈通过一位院领导跟我说了你担心的事儿。其实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嘛。我让你做课代表，说明我充分相信你有这个能力，是不是？我妈说我愿意，对不对？对呀。怎么你有问题啊？没问题。啊，建红说要组织一个编程兴趣小组，你也来参加。我也要参加。当然了，我这专业课老师都参加，你这课代表能不参加吗？林老师都答应做我们兴趣小组的指导老师了，还说要给我们申请个地方做活动场所，参加吧。所以啊，你不但要参加，而且还要和建红一同来负责。总算把你给等回来了。我试着用 C 语言做了一个小程序，但是一直不能正确执行，你帮我看看呗，我都折腾一天了。
我先对屁指针进行了声明，按说接下来只需要给 Groff 分配空间就可以直接操作 Note。 为什么？因为 Groff 的空间题里面有 Note， 我申请了 Groff 自然也要给 Note 分配内存空间了。那为什么不能正确执行？因为我没有给屁指针赋予 Groff 内存空间地址。你都知道答案，为什么还要问我？李轩，林老头答应给我们兴趣小组做指导老师了，而且还给我们申请了一个空间做活动场所。我不参加。我都参加了。所以呢？所以呢？我本来是想试试李轩的 C 语言水平到底怎么样，没想到中了他下的套，我自己把题给剪了。我觉得李轩是高手。他故意引导你说出答案，说明他知道答案。我也这么觉得。李寻天天在寝室写代码，他写那些反正我都看不懂。我觉得不是，有些人吧就是虚张声势，其实什么都不懂。不懂能是状元？有人被仇恨蒙蔽了双眼，有人胳膊肘往外拐，分不清好坏啊。朱玉说的有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要想看李寻的水平怎么样，还得看他写的东西怎么样。反正他上次做那个过河词，咱们才没上几节课就都会写了，就是最基础的函数，我看就不怎么样。就是。这就是林老头帮我们申请的地方了。以后这就是我们编程兴趣小组的家了。这个就是我们活动的地方，怎么样？还挺大的。我观察。脏是脏了点，收拾一下呀。还是能够挺干净整洁的，得做个开荒保洁了吧？可以啊。哎，老高，你怎么对李寻的编程水平这么感兴趣？我就是想知道咱们跟状元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不服啊？没有人不想当状元的吧？朱玉，嗯，你服吗？别的状元说不定，他，哼。看到了吧？我觉得当个普通人就挺好。你能考到南湖大学来，你就已经很不普通了。林老头上节课布置的作业，李寻交了没？全班就他没交了，我正发愁怎么和林老头交代呢。那你催催他呀。催催他？我躲他都来不及。你不怕林老头刺他你啊？随便刺他吧，我忍。李寻整天牛哄哄的，这个瞧不起，那个看不上，你们就不好奇他水平到底怎么样吗？这风这么大，你也不怕着凉？我不是说过了吗？没我的允许，不要擅自上来。全班 C 语言就你没教了？不教，没写。不教要扣平时成绩的。随便。你是不是不敢教？不敢教。对啊，你天天抱着个电脑敲来敲去，搞得自己跟编程大师一样。万一作业交上来，大家一看代码里全是 bug， 那岂不是很丢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教，对不对？对啊。哎，你对我的编程水平这么感兴趣？那万一你是个绣花枕头？作业是什么？三个数找最大值。十号纽扣条。U 盘。还真是随主人。来了来了。作业拿到了。哎，
我敢肯定他就是个绣花枕头。怎么说？这次的作业逻辑是不是很简单？十行代码就能搞定。他倒好，足足写了100行。写代码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简洁。把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搞得这么复杂，故弄玄虚，不是绣花枕头是什么？这是病毒吧？哎呦，你这 i7 的处理器，就16G 的内存。妹子，你是计算机系的吧？啊，这都能看出来，真有经验。哎呀，一般的学生怎么可能用这么高的配置啊？你做这个选装花了不少钱啊？那您看看这能修吗？傻子，别来烦。哎呀，不就是一个小病毒吗？简单啊，5分钟给你搞定。好。哎呀，妹子啊，咱们现在那个林老头还是咱们系的系主任吗？啊，你是师哥，我01的，你是新生。啊，哎呀，我跟你说，你可别犯愁，我们学院的计算机系呀，那可是名牌专业，以后出去找工作还是很方便的。我以前就在大厂做，那怎么就没在那儿工作了？这，大厂就说着好听，说白了，这还不是 IT 民工吗？这1号青春，2号头发，3号腰，这一个个30多岁看着跟50多岁似的。这出了办公室就进急诊室，不想耗死啊，就赶紧改行。哎，你这谁给你弄的啊？我们班同学。谁？我们班同学。你班同学？嗯。这不可能，你们大一学 C 语言才学了几节课呀，怎么可能弄出这东西啊？嗯，等会儿。哎，我这有个病毒啊。哎，对啊，我那 U 盘杀不了。我换一个，别着急，我换一个，放吧。哎呦，有了，成了！哎，要不这样啊？咱实在不行，重装系统呗。怎么了？这么大？哎，赵同学，快！欢迎，把来来来，来用你们家的独门秘技，来快！常规的都弄过了，都弄过了，不用。哎，就到这儿就变了。哎，这样马跳出来了。这是不是又是那个熊猫商人的哥们搞出来的 ？No， 他同学。他同学大姐，大一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对呀，这要是我们都解不了。他同学要是有这本事，还上什么大学呀？是不是？这是很专业，已经超过我们的水平了。再试。打个巧，好。妹妹，好了。还没好，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同学啊，叫过来让我们认识认识？是这个是，叫过来一起探讨。对，交个朋友嘛。啊，我还没修好。老高，你的实践机会来了。朱韵，要不您把李寻找来，给咱们说说这病毒到底是怎么解的。就算是变砖头，我也不会去找他。我去图书馆查资料，就一个病毒，我就不信了。
你们还别不服，我觉得李寻真挺天才的，不愧是状元。风叔娘，你有没有良心？但是，再高的智商，没了人品，也难成大器。韵韵，那你作业怎么办呀？完了，领导的话在办公室等我。你不会是想不交作业，自己写了个病毒吧？你别辩解了，我看看是什么了不起的病毒。这病毒谁写的？李轩。李轩，这病毒是你自己写的？臭小子，快，快快快，坐，你坐。李轩，你好好跟我说说你是怎么写的？其实就是个蠕虫。蠕虫？你糊弄我呀？跟我还掖着藏着。刚刚补丁我也打了 ，Zero Day 也修复了，我还怎么干？您重装系统也不行啊！我在每个盘里都中了病毒。每个盘？你接着说。我就是想试试，能不能做一个像熊猫烧香一样，可以感染系统中 EXE、COM、PIF、Source、HTML、ASP、终止反病毒软件，也会删除 GHO 的备份文件，无法重装系统的东西。你太可怕了，你是想把咱们全院所有的电脑都搞瘫痪吗？但熊猫烧香的技术性还是太低了，也不精巧，越隐蔽的病毒越好。你到底打算干什么？老师，其实现在的病毒都是为了获取用户信息，劫持浏览器，装点软件，要么是拿着当肉鸡。但是单台电脑拿着当肉鸡，价值也不大。普通的电脑用户有什么可盗取的？没有攻击的价值。但是普通人的电脑里也有很多不想丢失的东西，比如说毕业论文、家庭合照、设计稿、公司文件，这些都能产生交换的价值。举个例子吧，2008年的 Confiter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只不过是在互联网上传播而已。现在的这些防火墙越来越智能，系统漏洞也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攻击。可是奥特曼病毒感染效率仍然很高。没错，所以我想把这台电脑做成一个感染源，他找不同的人破解病毒，每次重装系统都会连接不同的硬盘，就能直接获取信息。老师，您刚刚是不是也用硬盘帮他重装系统了？我是让你这臭小子算计。放心，我只写了入侵，没写提取。李轩，你跟我好好讲一讲。奥特弗兰，我听说变种了。没错，现在 Windows XP 依然还有漏洞。这边套这个公式，这边再过来，然后再加一行，然后乘负的。老师啊，电话。如啊，电话。喂，林老头，几点了你还不回来？我忘带家门钥匙了，赶紧回来哈。哎呦，你怎么又把钥匙？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我马上回去，马上回去啊！哎呀，抱歉啊，我家领导，这样啊，
改天咱俩继续聊。好啊。柯代表，你怎么还没走啊？老师，那个病毒……对不起，李轩，赶紧把人家电脑解开。好，老师再见。再见。李轩，喂。李璇，到了。你解不解？几点了？哎，别了，放手吧，小姑娘。你回吧。哎，放手吧，小姑娘。林老师说了让你帮我解的。刚刚我在办公室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这都记不住吗？我记住了，我也听不懂啊。哦，你是听不懂啊。我还以为能当课代表的人都很优秀呢，看来你们那个兴趣小组也没教你什么呀。你到底解不解？不解又怎样？你还去告老师吗？李寻同学，我承认我技不如人，我诚心向您请教，请你帮我解开，行了吗？朱云同学，既然你技不如人，那就好好学吧。你是渣？怎么了？不就是个病毒吗？我就不信我解不开。的羊肉串可好吃了，我这是谢谢你，病毒我解开了。你不是和林老师说了病毒的思路吗？我跟老高研究了一下，还真解开了。
虽然病毒也是拜你所赐，不过好歹有了收获，谢了。李轩，你说你成绩这么好，又会编程，其实早自习是同学们交流的好时间，你要不要来指导指导同学们？没时间。学校付给我的奖学金里，不包括辅导同学这一项。但你总是缺勤，方世明作为班长他很难办的。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件事情，辅导员找他谈了好几次话了？再这么下去，咱们班不能评优评先，方世明也不能加分保研，他可能就因为你不去上早自习，这四年都不开心。我知道你是不在乎自己扣不扣分，但是我们是一个集体嘛，你还是要多考虑考虑大家，对不对？我就知道你没有这么冷血。不过你说很多人啊，一到大学就懈怠了，把这大学四年都浪费了。其实早自习很重要。说完了。所以你答应了？答应什么呀？吃了你十串羊肉串，就得以身相许。这么舍不得走啊？没关系，我也可以不回宿舍。意思，朱毅现在在忙呢。忙啊！对不起，打扰了。开不开门？我今天拖也要把你拖去上早自习，你别指着跟我玩阴的，我就不信你不开门，我等也要等到你开门。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你真的心生了？他为了整我什么都愿意做。洗白了？金毛掉色了？他不会真的让你把头发染回来了吧？是梦的直觉冲破边界，初遇的一夜蔓延，后来为我赢了世界，始终抵达着不停歇，我也靠着你的肩，我们不会分别，躲开喧嚣世界，陪着我是你掌心的指点，撑起我勇敢向前，像黑夜燃起的火焰。
Cause I believe I love you.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 在你身边的是我，漫长时光陪你度过。Cause I believe I want you. True love will take its course. 那颗炙热的烟火，一直是。